伏虎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左手逆化圆，右手顺化圆，同时重心转移，由左弓步变成右弓步，双手画弧，右手放于太阳穴，前向外翻，左拳放于裆前，拳向下按。抹眉红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在拍右腿的同时，右腿抬起，转身，右拳击出，形成偏马步。左手放于肋间，右手从眉处打出，与眉齐高。右黄龙搅水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双手向下落，向右画圆，同时抬右腿，上右腿跟左步，连续做三个同样的动作。左黄龙搅水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左脚跟落地，抬右腿，向后震右腿，然后上左步，同时双手向左画圆，然后退左步跟右步，连续做三个同样的动作。
左蹬根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手握拳立于胸前，同时抬左腿向外蹬出，同时双拳向两边发力。右蹬根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拳合抱于胸前，右腿提起，然后右腿向右蹬出，双拳向两边发力。眼手垂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在右蹬根落地时正右脚出左腿，然后转身成左弓步，左拳在腰间，右拳向前击出。扫堂腿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手向右抚地，左腿跟着扫出，然后重心左移，双手抚地，右腿向后扫出。眼手垂，正向动作讲解，眼手垂和前面的眼手垂手法步法一样，但是在扫腿中间一定要有弹力，两腿弹起离地打出眼手垂。扫堂腿和眼手垂连在一起演示一遍。
右出，正向动作讲解。抬左腿，同时双手由下向上画圆，正右腿上右步，向右顶肘，左手成掌，右手成拳。左冲，正向动作讲解。抬右腿，双手由下向上画圆，上左步，左手拳，右手掌向左方发力，左肘尖向左成左弓步。倒叉，正向动作讲解。抬左腿，同时双拳由外向里画圆，落左脚，出右脚，腾右弓步，双拳画至胸前，然后左拳拉于太阳穴，右拳打于膝前。左夺耳红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右手领，右腿同时上提，然后正右腿上左步，左脚落步，然后左拳向前打出，拳心向上撑左弓步，右手位于右肋下，右夺耳红，正向动作讲解。
左手领，左腿抬起，上右步，然后右拳向前击出，形成右弓步，拳心向上，左拳放于左肋下，第三段整体演练。演练完毕。急三锤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双脚站在原地不动，左拳向前，右拳向后击出，右拳拳心向下，左拳拳心向上，然后左拳向后，右拳向前击出，右拳拳心向上，左拳拳心向下，然后再次右拳向后，左拳向前击出，左拳拳心向上，右拳拳心向下。变式大左炮，正向动作讲解。变式大左炮要和急三锤连着打，上左腿，左拳击出，左腿上去后垫一下步，然后上右腿，形成右弓步，左拳拳心朝向身体，右拳拳心朝向左方，
翻身打一炮，正向动作讲解，抬左腿垫步，跟右腿腾空，在空中转体360度。这个动作基本和变式大左炮连在一起，在变式大左炮闪进的同时提左腿，落式与变式大左炮一样。顺卵肘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左脚尖外撇，同时上右腿，右手打到左手上时左肘出去，形成马步。窝里炮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手向两边画，同时左脚向右插步，然后右脚跳起向右跨步，两肘向两边发力。反向动作讲解，双手向外画，抬左腿上右腿，同时两肘向两边发力。抽根打一炮，正向动作讲解，步伐与窝里炮一样，腾空的同时两手画弧，然后两脚落步，两肘向两边发力，两拳位于胸前，拳心向下，左拳位于肋间，右拳与肩平。反向动作讲解，抬左腿上右腿，同时左拳由下向外向上画圆，然后跳起，两肘向两边发力。
连珠炮。正向动作讲解，步伐与前面一样，抬左腿，迈右腿，两拳拳心相对，落步时右腿向右跨步，然后右拳向右下，左拳向左上击出，两个拳心相对，左拳在肩部，然后左拳向右下，右拳向左上击出，然后再次右拳向右下，左拳向左上击出。反向动作讲解，抬左腿，两拳位于胸前，拳心相对，落左腿，迈右腿，同时右腿向左前跨步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上击出，左手在肩处，右手在膝前，两手心相对，二三。转身摆脚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右手上胯，左手下胯，同时右脚外撇上左脚，转身，转身的同时双手继续向右胯，同时摆右脚，右脚落地，落成右弓步，当头炮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手由掌变拳向上画，右弓步变为左弓步，身体向上领起，双拳向前出击，右拳位于胸口部位，左拳与肩平，
金刚倒对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左手逆禅，右手顺禅，重心右移，右手变拳放到膝盖上方，然后右拳抬起，右脚抬起，然后落右拳，落右脚，左手掌右手拳与身体一拳之隔，收势，正向动作讲解，双手向外向下画圆，然后合于胸前，双手向下按，按到腹部时慢慢起身，两手自然下垂，收左腿并步。反向动作讲解，双手向下画圆，画到胸口时下按，按到腹部时向两边画，慢慢起身，双手自然下垂，收左腿并步。第四段动作整体演练，陈氏太极拳小架二路整体演练。
演练完毕。